今天天气真好啊，我们家今天有喜事儿，两年没见的好朋友要从厦门来看我。全程885公里，大约需要11小时9分。还有咪咪姐今天也要来呢，你们两个又偷了一个什么东西？这两只狗真的没救了。一起来的还有两只可爱的猫咪，今天我们要在自己家吸别人家的猫啦。嗯，小邦，听说今天还给你们带了礼物呢，小猫也有礼物，奶奶也有礼物，开不开心？妈妈，今天亲奶奶要来，你要跟她一起回去吗？妈妈，妈妈，估计这个家伙人家吃的一拿出来就叛变了的。我们先上课先说好了，他给你一个条条，奶奶就会给你5个条条，他给你一个干干，奶奶就给你一包干干啊，不要跟他回去，知道了没有？你仔还认识吗？还认不认识？啊，走吧，我们带他走吧。你赶紧把他带回去，他就不要长大变成什么样。你乖一点啊。欢迎欢迎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好高兴啊。他就是期待有爸爸，好想有个爸爸，是吧？嗯，依依也有爸爸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画过我吗？我看。画过你，现在能不能打？应该是吧。应该是妞妞吧？不是。乐。乐乐，来呀！妈妈，他特别喜欢男的，他没有这么喜欢女的。对，他一看到男的，他就很喜欢，缺少父爱。拔河，对，嗯、对，他喜欢拔河。我觉得这猫尾巴禁不住拔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家有拔河玩具。那换一个啦，换一个便宜的玩一下。哎呦，你赶紧顶到对手了。哦，这回你甩不动了吧？嗯，牛牛牛牛走了，溜了溜了，好傻！你看这个露露，他去偷喝我的水，露宝宝。五一，待会五一都要累了，给身体被掏空，力不从心。啊，都翻白眼了。几点了？我们要撤了。你要找我玩？没有，你找他。他看到咪咪姐要走。以前呢，总是人家来我们家撸猫，现在呢，人家送猫来给我撸，你说我没有撸到，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。悄悄。强强，强，好乖呀，强强，好乖。哎呀，我爸到了。你别到了，他胆子比较小。宝宝，他叫什么？你给他起名字了吗？我还没想。嗯，他比较胖，他还挺大只的。对，他比大乔大。一，你跟他们走吗？
嗯，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们，你就跟他们走吧。哦，重不重？感觉不止30斤呢。竟然想跟人家回家，你太不要脸了。好 ，OK， 好好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等等，我手机。这个就是那个猫爬架吗？你要我帮你装吗？我要做半个小时。这个装起来很好看的，刚好我们三个人一趟一个。对，一个人拿一个。这样不行，你晚上就不要回去了。啊！你们两个都不要回去嘛？我家有地方住，干嘛要回去？我装过，我是说他开车累的。没事。又不像以前没有地方睡。我都已经装了三个了。你装了三个，不用看地图。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flag 立完了以后能不能实现、啊？那我还是好好想一想。你看，牛牛看到爸爸了，牛牛就要爸爸了，一直守着爸爸。不牛。牛是最爱爸爸的。哎呦，终于来亲人了。哎呀。来，不牛。牛牛。尾巴上全是那个泡沫。不牛。哎呀，嗲的啦，牛，嗲吧。2000 years later。现在才下来，你有多喜欢多播？先上课先说好了。他给你一个条条，奶奶就会给你五个条条。他给你一个干干，奶奶就给你一包干干啊！不要跟他回去，知道了没有？忙来呀，忙。你看，要是我自己装，得装到什么时候？那里有两个傻子。糖糖来凑热闹啊，糖糖。爸爸来了呀。太懒了你这个懒猫。给一块地毯，你能睡一冬，直接冬眠。鹿爸爸，鹿爸，太懒了。真的吗？哇，好了，终于装好了，好漂亮啊！这个球球估计活不了几天，我估计今晚都活不了。他们好喜欢啊，你们一下去他就开始玩了。妮妮，那你回去啦，你亲妈这么好，完了完了，叛变了，连吃的都没有用就叛变了。娘娘，哎呦，又回到小宝宝时期了。家睡了，然后这个牛牛居然去找到他亲妈的鞋子，闻着鞋子的香气睡着了。小公睡在这里不冷。壁虎狗今天皮了一天，因为有人在嘛，它比较兴奋，所以这个时候它应该是很困了的。小糖洗完脸脸就睡了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头在干嘛？大头在跟他搞基，他马上去救他了，他哥了，对。狗窝是吧？啊，这个狗窝就被他大头霸占了，还有小熊晚上也要睡在这个狗窝里的。